立正，行礼，请坐。诸位学员，大家好，大家平安。很欢喜，直接甲大家熟悉吼。我若毋是出国，差不多每一届拢直接做讲师，已经第19届吼。我的题目吼，换教会人，我天大地大，这讲10年都也讲袂完。台湾注重教，其实我是徛伫即个政治哦，关怀咱的政治品质的角度来讲宗教问题。咱知影今年因国民党吼，这个武器的中华民国的政府，要咧讲因中华民国100年啊，这才是一种欺骗的历史。我是台湾教师协会会员，以因咧纪念100年进前啊，我有出一本册叫做《揭穿中华民国真相》。这本册是53年历史学会出版的册，大家若有趣味吼，会当去看。内面拢甲清算甲，通讲是清洁溜溜啦吼。有15个学者来写这个文章。这本册我依然有写2篇，一篇就是国民党政权的宗教迫害，第二篇就是被压制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真简单，所以伊真好读，一篇拢真短，真短，真短。当然要有2本册，大家若是有趣味，会当去看。咱在日本有一个一个政论家吼，有写足济册啊，这文雄兄伊的册可读性相当高。有一本这个辛亥革命100篇。这有哪会当去读？伊个真话出版社出版的我有几本册放伫遐，拢真话出版的因就是伫遐会当去看。还有一本就是国父甲阿 Q 咧清算孙中山到底伊安那样？国民党所宣传即套伊个功劳偌大国父的问题。所以我是负责讲宗教，确定我有哪会对即个政治宗教甲政治来切入。不过在这个要正式讲这个内容的代先，我要跟咱讲起一项物件。孙中山不是台湾人的国父，请咱来听。孙中山的革命，新来革命成功，嘛不是伊的汗马之劳。10遍的革命，10遍的失败，到最后伊的革命，国民党的革命也有成功。所以有写一个革命尚未成功，事实是还未成功。我们拍个东倒西歪，咱知影迄个时阵的台湾吼，请咱会记一个观念：1911年10月10日，新来革命，因讲因成功吼。迄个时阵的台湾是甚物人的领土？中国的也毋是，绝对毋是，是日本的领土。因为日本1895年，伊完全清朝伊都签甲真清楚，完全放弃台湾甲平壤。要日本，所以日本的领土就是对1895年开始，1945年嘛不是完全结束啦，所以台湾地位不定吼，台湾跟日本的关系要足清楚，要足清楚是有一个关系伫的当然是美国是上重要，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亚洲区伊的这个占领者的这个国度。所以请咱会记哩，国民党咧讲孙中山是国父，这完全是错误，这是伫政治麻醉剂的一款的做法。台湾甲因革命成功，台湾甲因中国拢无关系。1912年元月一日，所谓中华民国正式的大总统是咩人？不是孙中山，是袁世凯。你去看历史，袁世凯。伊做第一任的在总统，所以若要讲国父，中华民国哪会当成立啊？真正的国父是袁世凯，毋是孙中山。孙中山为甚物被叫做国父？孙中山的国父是蒋介石的发明，因为蒋介石清党成功了后，
北伐嘛，唔是完全成功啦，是真侪人投效伊吼。但是迄时中国已经真乱，哦，毛泽东啊咧乱，哦，啊这个俄罗斯，甲日本的这个满洲国也伫遐，所以蒋介石伊北伐根本就对历史的定位来讲无成功，剿匪更加无成功，哦，什么剿匪，剿到为台湾来，啊，蒋匪无打倒，规个江山拢个蒋匪退去，哪有成功？迄拢骗人诶！吼，北伐也无成功，剿匪也无成功，所以伫迄个1940年，蒋介石一个行政命令，甲讲孙中山是国父。但是呐，用历史定义来讲，孙中山，那蒋介石安尼先讲，迄个孙是军政诶时期啊，所以孙中山是党夫啦。你若讲孙中山是国民党诶党夫，我无会讲，因迄党诶嘛，啊，党夫毋是国父啦，啊，毋是国父，因為台湾也无正式。这个孙中山说法律要立国，我们要正式成立，所以这些观念都要清楚，根本台湾在他们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平湖是日本的领土，现在最废弃的一点就是无代无志刚占蒋介石逃亡来台湾的时候刚占金门跟马祖，所以李登辉为了要挂开说中华民国只有台平金马，哦，这李登辉讲。啊，即马这个小英哦，伊不得不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但是伊所讲的中华民国是台平金马，是分开的。啊，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是用安尼先来论的。啊，我会记哩，我七零年代，啊，二十世纪七零年代，就是伫香港中基学院、中文大学的中基学院底下，啊，咧。受这个朴素为的时阵啊，因祖庆香港人拢祖庆哦，四国我大兵啊，啊，讲到金门马祖的时阵，因就讲啊，讲欸，金门马祖袂使摕，中国若摕金门马祖，咱就无迄个理由讲台湾平湖是咱的，所以金门马祖拄好抢两支手，哦，将台湾甲平湖甲六条咧，所以就讲台湾平湖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咧。用安尼先咧转的啦，哈，所以这些观念咱拢爱清楚。将来咱若是法律建国成功，金门马祖爱响应，特别是联合国，互因去投票，因为离中国太近嘞，人是唔退的呀，要退足简单嘞嘛。哦，所以台湾甲朋友爱分哦清清楚楚。所以这些国家定位的问题吼，咱得先讲哦清楚。后来我倒转来开始要讲宗教，啊，可能咱吼中间检查慢休困。我这个宗教问题讲完，国民党来台湾了后，常常咧甲咱讲政治甲宗教爱分开，是不是？但是我甲恁讲，这拢骗咱的。国民党来台湾统治台湾，宗教甲政治拢无分开，敢那因会使安尼讲哦哦，啊无分开的原因，我要对这个国家定位来切入。国家政治甲宗教的关联，国民党统治台湾用两款宗教咧甲咱统治。啊，为什么用两款宗教咧统治？就是因为伊个国家无亲像明治维新，咱知明治维新是1867年开始，真早。啊，人日本的这个明治维新完全成功，哦，啊，所以成功甲足侪中国的留学生拢去 AA 去日本。哦，上兴旺时至少30,000个因中国人去日本留学，就是代表讲伊明治维新真成功，才会安尼先做。牛介石中间的一个，哦，啊，什么吉田胜德啊，什么秋瑾，嘛是日本留学的，哦。因有转型做一个国民国家，哦，像咱来讲，做 the national state， 国民国家，哦，所以吼，因迄帮人，因中国人咧讲有民族主义，迄种骗人的啦 ，nationalism， 伊无资格当讲这個。日本有资格，日本的国家转型成功，所以是 nationalism 啊，哦，这个民国家主义啊，啊，这个国民哈，这个，国民国家啊，因有资格当讲 nationalism。啊，那是中国人，包括台湾的政府无资格通讲民族主义，啊，讲这个西方这个 nationalism 因无资格。为什么？因为因的国家定位伫江山，我打天下了，这是我的江山。定位伫因的家族主义，即确定我会分析。家庭主义，因为即个
family state， 哦，家庭国家，哦，家国，伊无国家有家国就对。啊，这个江山要抛出来嘛，所以是应该我的。哦，啊，这个党，哦，我用党来治国，所以党国，哦，伊就 party state， 伊无迄个国民国家，啊是讲公民国家，伊无资格当讲。所以因为这个家国的问题，哦，甲这个党国的问题。所以呢，台湾人做总统，哦，夭壽骨啦！我那恁无代无志，遐歹运输恁，啊，我阿扁啊做八年的总统，好好好好，这是我的东宫呢。落来了，想办法要甲你糟蹋，就要甲你糟蹋。所以关到这嘛，关到这嘛，要咧甲你关。台湾人袂使做总统，都因迄个家国、迄个江山，就中国国民党的江山，都翻来做头，才会使。到这嘛为止，要安尼哦。你选举拢咧骂人哦，哦，所以这中国文化内面有一个你死我活，敢若我会使活，你袂使活，我若活你就爱死，是这款的观念啊。国因的国家定位是建立伫遮，后来安尼咱有清楚无？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搁伫中国体系里面也咧生存，所以咱的国歌是咧唱因去党的党歌。啊，国旗咧是咧唱因黑党的党旗，啊，这个有成一个国家，那是成党国甲家国，这因的江山啦，无成，所以这个国家定位的错乱啦，啊，是对这来开始。啊，要保护这个家国、党国，用两款的宗教，我一项一项讲。第一款主教，啊，我会记得真早就读到一本册，内面。啊，这个内容拢是一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是日本人，日本裔的美国人，叫做 Joseph Kitagawa。伊伫写这个亚洲诸宗教中间写儒教内面，又提出一个非常要紧的共同体的力量。伊讲华人的世界，因为受到一个儒家的这个 familism， 哦，家庭主义。一条特别写出来，用英文 family 一个 dash ism 家庭主义的影响，所以历代凡啊有受这个家庭主义影响的朝代，拢变作江山，拢变作家国。哦，伊 community 是建立一个家庭体制，江山的定名，朝代拢安尼先。哦，像东朝咧李世民咧，哦，咧李家，啊，元朝朱家，拢家国。无迄个国民国家，无现代啊！啊，这个是对待开始对孝、孝道、孝道的政治化，孝道的政治化就是变家国，在家孝夫啊，在国忠君啊，哪有法度民主国家？无可能嘛！哦，所以这个忠甲孝，煞变作儒家思想的法宝，或者政治野心甲体，啊，就变作政治反政治化。所以这套偌好用的呢？啊，为着要维持伊个家国、伊个江山，用什么？用科技制度。所以科技制度，拢得爱靠迄个孔子的思想，四书五经。哦，啊，即关也通过。哦，拜孔子。哦，啊，在国。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关也通过，才会当靠秀才。哦，啊，靠这个基人，靠进士。啊，进士第一名就是状元嘛。啊。就是这個，啊，所以这套落去到底吼，外国一撮，但是你来研究因的历史哦，清朝吼，特别白啊进前，1905年，这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05年，人朱熹吼，有迄、那个有想要改革呢，疑心呢，所以废除这个科举制度，但是科举制度废除，你若建立民国，你嘛爱废除制空较少，唔是。所以台湾为着国民党要维持的政权、政治甲宗教结合，维持一个叫做political confucianism 政治的主教。啊，政治主教就是 state confucianism 就是国家主教。啊，这个国家主教对国民党占领台湾到今，每年的9月28日教师节，拢在祭空大典。啊，祭空大典所用的牲畜，台湾人唔敢用的牛啊，用落去牛羊猪，这个拜公主，哦，拜天拜公主，刷落去，你跳迄、那个或者八一舞哦，这北京人所讲，
迄款古代物件，有那叫遐立生啦、老师啦、哦、高中、初中的老师表演咧跳舞，哦，啊，煞落去祭祀头像咧做，各管区哦，各管区的市长，哦，来咧做祭孔子的祭祀啊 ，list， 哦，啊，那国家的这个孔子庙，就是总统，总统面那出面内政部长来咧祭孔子，这套是政治宗教，台湾人敢看无？啊，政治宗教的目的就是要麻醉，恁台湾人卖乱卖犯，做乖乖派飘的顺民，永远互我管就好。啊，所以莫怪嘛。你敢知国家如教有依据一个领院长级的哦？我那阵讲是部长级，但我纠正讲唔对啦。院长级的大成至诚先师洪树官孔德成，但已经死啊，已经死啊。这个民主国家依据一个祭孔大帝的洪树官家国的证明，就是伫遮，就是东国的证明，就是伫遮，天下的证明，就是伫遮。这是我的天下，啊，就用孔子这套忠孝来依据我的家国。我的家国若放伊，啊，我的政权就无伊啊。啊，唔然呢，佮用迄个树以不得，正做一个囡仔的国民教育，所以对国小。对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所有拢强调礼义廉耻，啊，拢刻四字伫学校里，拢强调不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用安尼来教，即拢儒家思想。素为不得，咱知素为那是会通。我想即马台湾囡仔细汉的时阵，遐细汉的时阵袂做歹，绝对拢走路八字卡，大家拢是小心思、小心思。小路书，哦，袂做歹，迄就是无成功嘛。连迄个马英九，嘛是只有礼义廉，啊，无耻咧，因为六三三拢骗人咧。哦，啊，即马互逼啊呢，大概讲伊已经算了，差不多得要输啊。哦，啊个啊，农民要补助伊316块，甲临时用1000块。哦，啊，农民甲劳工，台湾的劳工，也是因咧努力咧，做甲袂死。啊，即军工教人员退休了，啊，明明都退休啊。啊，佫会加薪啦，佫18%人领，加加比伊原来哦，要咧服务的时佫领较济。我一个学生就是安尼啊，哦，做高中的这个教务主任退休了，去读新南院50岁读新南院，即马伫家人安南桥咧做牧师，讲吼，我即马有够空的，我即马所领的吼，比我咧高中的这个加薪的迄个佫较济。我要求过啦，迄拢台湾人税金嘞，啊你领呢？啊，所以这些军工哦，就因饲的这些，未输是自由民的，啊，因为有钱，所以佚佗较死，啊，劳工啦，哦，农民要做较死，哦，这些属性哦，咱拢爱清楚，啊，八德，敢那第一字都已经未通，民主国家无咧讲忠，民主国家的忠是公务员，哦，军工搞进来忠于土地，唔是忠于党哦，忠党顶的爱国，迄是以前的教育，忠于土地。用的真正的公民的 citizen 就是咱，就是你跟我。咱公民有权利哦，公仆，这个政府是咱的税金请的哦。所以，伫民主国家无咧讲 law， 民主国家所讲的是 responsibility， 是咧讲责任，责任公民，责任政府。啊，你这票要投嘞哈，唔当互人1000块、5000块买去。那安尼先，台湾人才是足实际，足实际，就照你的意志来运用你的国民权。因为民主国家，你甲我无可能离开政治生活，投票行为就是插政治。所以后来咧讲啊，我啥物政治拢唔插，啊无你就莫去投票啊。一旦投票行为，迄就是政治行为。只有民主国家就用票选，会当改变你我的命运。所以，中。这句话真有问题，这叫做责任，责任公民，啊，责任政府。啊，你做不到，啊，一场的那个梦想家，哦，用个天大地大的钱，2亿1500万，啊，你落台才是应该嘛，要搁变什么？所有利益拢你咧摕，啊，台湾人拢无分。责任公民，责任政府，你无责任，落台才是应该。所以，这个知识台湾人要未醒啦，哦，要开始咧学习的中间。说落去，咱知影这个家国的问题哈，
咱知影咱的孔子庙台湾有25间寺啦，孔子庙要到20间，拢咱的税金咧支持啦。啊，我是基督徒，嘛奉叫牧师啊，我嘛得出淡薄税金来参与这个祭孔子大典，实足无奈。所以伫台湾，伫这个独裁政府体制下面，信耶稣拢信袂清啦。啊，我唔是反对人拜孔子，拜孔子你莫甲政治化，孔子你拜迄领导的代志，但是用一个孔子作为国家宗教的礼拜对象，啊，孔子庙拢咱的税金来去，迄我反对。迄就是政治干涉宗教的一个现象，政治利用宗教的现象。所以国民党就是安尼先，就是用这套来咧麻醉人心，这是第一个宗教。所以我若研究这个宗教史的时候，讲到儒教 （Confucianism）， 我甲分作两类。哦，这台湾的读册人安尼分，第一类叫做 State Confucianism， 国家儒教，就是我所讲国民党所利用这个宗教，啊，饲一个大乘正。智性先是奉书，我这个叫做国家儒教，过来的 sectarian Confucianism 教派儒教。啊，这个教派儒教范围就足大哦，凡啊以儒为宗师，以神仙圣佛为教。哦，啊那呢，伫这个定义下面，鸾堂，鸾堂几啊派哦，鸾堂先天派、量化派、金刚派，啊，搁再其他一十派，刷落去一贯都也是哦。以儒为宗师，以神仙圣父为教，过来红万字会德音也是哦，礼教也是哦，天德教也是，天地教也是，哦，这拢叫做教派儒教。啊，教派儒教就是夫妻共鸾，杜作神书来教化社会大众。啊，你讲这敢无政治物件？有哪有哦？教派儒教的政治物件，我有收真侪神书哦，20年前的神书，第一页。蒋总统一路连乱党都受政治污染哦。那蒋介石哈，那是二八的元凶，那跟台湾人有什么关系？跟宽心有什么关系？第一，拢蒋总统一路啊。恁若捌读过神书的人，我所讲的大概无唔对啊。有哦，恁去变看卖啊。20年后，大概是较无啊啦哈。后来这是第一个，国民党利用儒教来重视伊的教育手段。教育台湾人做乖乖飘的顺民，做西中，哦，啊，家庭主义，所以这个 familism 影响有够大呢。哦，我姓邓的过姓邓的，你姓李的过姓李，姓吴的过姓吴的，姓柯的过姓柯，我都能缔造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将来台湾若要做一个国民国家 ，the national state， 还是有一个 nationalism， 唔通有这种 familism。家国、江山这款的观念，这拢爱排除，才会做一个第一流的国民国家。那无是无法度。孔子真冤枉啦！孔子伟大，2600年前，唔是2600年后今仔这个伟大。啊，你要研究史书，我更不要紧，我无反对。你做一个古典文学的研究，无人会反对。那放伫现在高中、初中的教材，我绝对反对。落伍的物件要搁你用，安那落伍？我跟他讲一个孔子孝经的例，给恁听就好。恁捌读过《晏殊》中间的一本孔子孝经？孔子孝经开宗明义，讲身体护法修之父庙，不敢非常孝之事啊。立身行德，有名何事？以献父庙，孝之终也。若捌读过，我知影讲我所讲的是什么？孝经所讲，身体护法修之父庙，身体恢复甲头毛，父母甲咱生前，未使非常哦。啊，那安尼，现代教育的学校，伫国小、伫国中、伫高中、伫大学，未使设体育课。那体育课设落去到底，特别是踢卡球，特别是拍篮球，哦，啊是拍这个 baseball， 有当时啊咧走，会切甲大空细力来推又细，就是卖运动啊，身体无法修之乎，变不敢非常啊，讲这是好之事啊，好都会开始。所以这款的观念真落伍呢，刷落去。立身行德，用好事，以献父母，孝之终也。立身行德，用用好事，安就生着一挂天灾囝呢。唔当生着一挂只破相的，目睭青迷的，小耳麻痹的，哦，矮高的。那安尼先，那有法度人立身行德，用用好事啊？一拖累爸母呢？我甲恁讲，台湾哦，有两款的宗教，
就是安尼先咧想。不过我毋是批评别款的宗教，因为我是研究宗教史的，我太了解了。别款的宗教不够讲正规的规正道的道。伊对这个残障囡仔的解说是安那、哦？我请教的真侪长辈，特别是一贯都道亲啊安尼讲哦，特别领导真人吼，我嘛熟悉。我讲一贯都吼袂歹，啊，无像国民党甲恁欺负安尼先。啊，大家道亲拢规规矩矩，但是一点唔好。恁干那要道十全十美的人，唔道即系破相的人，伊那寡因呢？因为正是做你的道德的业啦，啊，因为是会生着破相的囝，是现世报啦。那无因呢，祖公祖妈有歹积德，就是爸母歹积德，所以家庭才有这款的囡仔出现啦。啊，因哦合同因破未满啦，一贯都有规三宝嘛，点现官，念五字真言，啊破合同，伊讲合同因破未满，所以老母娘。不爱，啊不爱，要安那样，又搁轮回一遍，我要求过了。安尼，这点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宗教啊嘞，不够啊，安尼先讲。啊，破相是咩？现世报吼，现世报，啊，这个业障现世报，安尼。这个先进国家无这款的观念，先进国家无用宗教来吓啦。一个欠缺的性命，社会爱付出成本，该照顾家，啊，活伊真好势。无看见，就另外安尼一粒一粒落，即马才开始咧学了无成，啊，残障的都还有残障的车，一个社会上哪要好，唔是干那我好就好，大家拢来好，但是这个社会哪拢总要好，来为着这弱势性命来顾虑，这个社会才会好，大家拢就要紧，弱势性命嘛真要紧，但是佛教的宿命论害死咱有一款的看法，用报应观念。来解说人间痛苦的问题，这个唔对。要搁一款的说明论，哦，就是这个民间的，这种受儒教的影响，因为孔子是一个说明论家，素性幽冥，富贵在天，这孔子的话啊，这句话你唔通相信嘿，听起来足好听，拢无影无假。素性唔是幽冥啦，素性生个死吼，身体都照顾好。当时要调病，咱唔知来吃药，啊，都爱予医生看，来注意咱的健康。人有法度当人类要当对抗迄个，所以咱的寿命哪来哪长？哪呢？会减的，会减的。哦，即马基因改造会减的活个啊。人讲人生七十过来去，即马变作人生一百过来去啊。我吼，我今年已经是虚岁75岁安尼，啊，算足岁都74。日本时代我有读过册，战后我也读过册，确定讲迄个比较恁听。啊，所以唔是素性幽冥，啊，富贵在天，啊，唔是啦，天无遐单纯啦，富贵在天，富贵是一个国家的财政部、经济部看做了好无啦。啊，这款宿命论哦，害死咱，将咱人间的痛苦拢归于家己的命运，当时才会出运，拢袂记得讲政府的责任。因为咱要建立伫这个生命共同体顶，我甲恁讲啦，你的命底偌好，你若活伫一个基本 passport 都摕出来，无国的国家，有那满面全豆花啦，无卡纸，有那歹命人一格啦，所以无怪这好野人，大家拢几啊本护照，伊无要摕中华民国个啊，迄拢无国啊，伊要摕美国个啊，要摕 Costa Rica 个啊，要摕这个 Australia 个啊，哦，伊无要摕这国个。啊，所以命运的问题是集体性的啦，不是跟人讲我命运命底好，啊，大家都会好。我感觉吼，咱伫遮，伫这个学院咧从事做学员，咱唔通看轻咱家己。哦，不是讲跟人讲书，我跟人捌一部分的尔啦，剩的吼，政治啦、经济方面，我安尼真肤浅。哦，大家人拢有大家人的运数，而且 gift， 会当发挥，啊，做一个思想的训练，啊，大家来请。我想这个社会拢会好，恁是足要紧的人，不管是老，不管是少年，会当伫遮读的，恁达人唔通看见家己，恁真要紧。台湾若要好，大家拢爱搞，大家拢爱负责任，来做一个公民，唔当做一个笔筒之家。大家若要台湾若要好，
咱若看起咱某方面的亲情，还是朋友，哦，忽然间安尼，互台湾出名，这就是台湾人的眼光。像迄个拍高尔夫迄个女主的妮妮，阿妈因舅唔接近迄个，因为伊是台湾人的眼光。伊伫世界，偌济人咧拍高尔夫，敢若会当安尼得到冠军，台湾人的眼光啦，咱得安尼先想，唔是讲伊甲我无关系啦，哦，甲我无关系，有关系。咱才有一个捌伫绿岛，也是伫政治番吼，伊个受苦也是台湾人个受苦。台湾人有一日爱安尼先想，你我就会出头天啦。啊，若想讲我好就好，别人个囝死袂了，这个民族无效啦。所以国民国家这个 national state 个公民来有一款个觉醒。啊，国民党用迄个国家儒教甲咱麻醉，啊，用迄个家天下就是对儒家来嘛，袂使家天下，爱有一个生命共同体。Global Village， 为什么西方有这个生命共同体，咱无宗教影响足大？好，咱无时间能够彻底研究吼。第二，国民党上夭寿骨的，甲共产党同款，利用一个政治宗教咧甲咱麻醉。来，我第先讲这个宗教的必然条件，这个宗教一旦成立，得该爱有教主，得该爱有经典，得该爱有信徒。这个爱有教义，爱有宗旨，爱有世界观，爱有新观。后来，那用这款定位来看台湾的现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台湾人做总统就挡袂掉？因为伊的党国就是用三民主义教在甲咱麻醉。因为我做宗教史的人。我在比较宗教的时候，要用这个 Marxism 马克思主义，该归类在这个类似宗教，叫做 quasi religion 的分类里面。哦，你讲伊毋是宗教，佮有宗教性；你讲是宗教，佮无啥性，伊也毋承认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啊，有一款的讲法啦。哦，啊，但是伊这个宗教分类里面，伊是类似宗教，因为伊宗教的条件伊拢有。哦，用共产党来讲，共产党的教主。当然是马克思啊，啊马克思实行运动，因为伊理论一寡即个社会主义国家嘛有咧用啦，啊兼在教主，哦列宁，这是教父啦吼，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拢总是伊个的吼，啊伊圣经就是《资本论》啊，伊信徒是共产党员啦，哦啊伊毛礼拜、教会的时间拢有啊，啊一党专政，啊这个党国就是用安尼一个理论，哦，敢若我会使，我这个天啦、啊。才会使的人才会使做头，恁拢袂用。反对我的人，大家都爱死。欸，台湾的三民主义教拢共款。三民主义教的教主孙中山，讲伊是基督徒啦，我无啥相信。我那是信耶稣的吼，我无啥相信。你若研究伊历史的，就原形毕露吼。后来啊，三民主义教的圣经，三民主义的教条。国父一教，三民主义教的信徒国民党员，三民主义教的世界观足矮，啊，就多难来台湾，干呐？三民主义要统一中国，哦，这是伊的世界观，用中国不是用世界做中心。啊，三民主义教的神呢？什么人？孙中山甲蒋介石，嚯，讲到伊的名就爱立正，啊，啊，这边的孙公的蒋总统啊，就立正。例证，啊，伊是英明领袖呢，你袂使个武将呢，哦，无人会像遐敖呢，啊是，一伟大领袖呢，啊，伊个神是安尼是，啊伊毛礼拜时间呢，礼拜时间当时周会啦，月例会啦，我伫遮来开始做一个宗教比较，啊，因为我是咧讲台湾宗教，对台湾上远端的宗教就是国家主教，啊，即马即个三民主义教。我日本时代受过日本教育，他幼稚园时我无咧拜神社，啊，无咧拜这个阿妈提拉斯阿弥陀佛，就是天教大神，日本的信德教。但是上国小我读两年啦，一年走空习啦，啊，一年完全头到尾拢有读啦，啊，卡达干啦我会晓，所以其他干啦我都无读过，即马一知半解。我住伫高雄市，读和即卖和平国小，日本时代叫做一多式国国民学校，我七岁。一年，啊，印象真深。我咧读国民校的时候，因为
大个所在，甲大高山，这即马叫做秀山啦，哈、啊。原来啊，迄、那个新社伫遐，你啊这啊吼，要紧的这个日本的这个纪念，拢爱去拜新社，规规矩矩，穿清气的衫拜新社，啊拜阿妈提拉斯阿弥陀佛，神仙领导。啊，那是逐早起，逐礼拜的拜一的早起，我有那爱拜当兵啦。啊，当兵迄个天照大神，阿妈提拉斯阿弥陀佛。啊，那每早起，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黄当兵伫操场黄当兵。大家穿新衫，校长先生、教务主任拢穿官服哦。日本的官服，你毋知捌看无？真水哦。啊，这个文官有哪一支短刀？哈、啊，看一支短刀。啊，伫操场咧，黄当兵。啊，因为东方。日本这Hiromaru伊个即日头当兵，开始下面开始有人咧发，哇，世界咧最劲烈啦，啊，着九十度哟，袂使惊咧，啊，随起来哦，世界咧九十度，啊，发咧唰，啊，你开始起来，然后这教导主任着用个擦气，足水个乌色个擦气，捧一份迄皇帝铁骨，啊，朋友校长先生、国教先生，啊，国教先生，嗯。起起来读，啊！皇帝铁骨，进，我摸你，我甲苦说苦说，开始来读。我以前伫遮吼，因为常常咧讲着这個，有一老先生吼，吼、哦，伊这皇帝铁骨对头到尾日本话哦，拢熟熟熟啊。啊，这两期拢无来哈、啊，大家处理有代志哈，伊、啊、就甲咱讲安那读皇帝铁骨。啊，然后刷校长先生皇帝铁骨读了。伊讲话讲无，袂使讲足长，讲几句呐，听。啊，然后学生就带入去教室，啊，教室内面在画两个考核，第一个考核，啊，我会记哩，有得人类诺提起 B A 哦，啊，恁注意，人类的对敌是美国甲英国，哈、啊，迄、那个时阵日本咧甲美国、英国战争啦，哈、啊。第二个就天龙黑甲万岁，天龙八下万岁。啊，战后的时阵。我八岁啦，哈，八岁，啊，战后啊，开始无啊，念教会啊，对三年读起，第一年无咧读因的报报幕好无啦，要无教科书咧啊，国民党的兵啊，拄拄来占领啊，啊，我嘛去车头迎接，迎接有着，看一个心全冷一边，啊，你打定打走镜头前咧啊，一中兵就是安尼先，啊，然后啊，就伫教室，哦、啊。然后啊，有那爱唱因的开始，就学唱迄个冬瓜上面注意武当所中，我就感觉奇怪，我唔是国民党员，哪会唱这条？讲这都国歌吼，啊，就升旗，啊，了入去教室吼，哦，佫唔是入去教室，入去中山堂哦，哦，足大间的中山堂啊，啊，台有那爱拜皇帝呢，新皇帝崇拜开始啊，嗯，孙文、孙中山，啊，爱画。这因的冬瓜唱了，来五孙中山行咧，这个新皇帝啦，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我看恁拢有这款的经验啊。啊，刷了以后，哪种讲刷个唔是，佮连皇帝铁骨呢？新皇帝铁骨，一致力国民革命，凡事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啊。啊，恁捌听的啦哈、啊？这个晋，我摸你晋就是晋啦，皇帝祖先一模一样，是换汤不换碟的啊。刷了嘛，话口好啊。反攻大陆成功了哈，啊，什么消灭万恶共匪了哈，啊，那有影无影无食，即卖拢因的亲戚啊，安尼，啊，所以校长先生就去训话，这就是我的经验。后来我呢，研读这个宗教学的深刻，恍然大悟讲啊，袂好袂滴，国民党是用这种政治宗教、三民主义教来甲咱霸住，无怪讲伊都唔，哦，台湾人做总统伊都唔愿啊。那是党共呢，党甲国袂当分开呢，民主国家是假的呢，甲即马为止还阁是安尼哦，还阁是安尼。啊，所以台湾人一要民主化足困难啊。哦，伊若一说了，互你好处吼，啊，台湾人就戆起啊咧，啊，戆起啊咧，拢免创啥物，干那互伊安尼一路就好。所以这个问题吼，爱好好去反省。啊，所以咱吼。面对两款的政治宗教，哦，这是我要强调。既然讲台湾宗教，台湾的袂当民主化，面对两款的政治宗教，就是第一
就是国家儒教，用安尼咧甲咱麻醉。第二就是三民主义教。所以，若想要做校长吼，伊个体制免做校长先生，免做啥物主管，你若要加入党国民党员，根本就无可能啦。就是这个原因。啊，以党治国，以这个用这个家国，用这个家族，国民党这个家族，啊，甲这个江山观念治国，上好的政见，我帮你去看。你看台湾的大都市的街路名，啥物名第一座？中正路、中山路，迄因兜的人嘛，第一座要甲两百条，刷落去咧。伊毋是用台湾做主体哦，咱的囡仔所读的历史地理，拢总是中国的哦。台湾咧读足少，读足少。啊，毋那安尼先，都毋免反攻大陆啊。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台南市，已经是一个迷你中国啊。什么碗糕街拢有，山东街、峨眉街，啊，什么南京东路哈，啊，迄拢伫中国吼，啊，什么？重庆北路、重庆南路，欸，拜托嘞，台湾都唔是中国，个你何只所在名是要死哈？就是因为因有一个叫做迄个党国不分的怀乡病啦，啊，这就是证明啊，伊要将台湾变作一个国民国家，伊将一个党的国家，家天下的国家，安尼呢？这就是我要证明，就是安尼。所以咱若要推翻这个吼，台湾人要出头天。足慢，而且咱的觉醒也足慢。啊，我来讲一个故事啦。我有一本册叫做《摩西甲犹太教》，这今年的八月才出版，内面有一篇哦，《自由的代价》。咱在一个做路的做了惯习的人哈，啊，忽然间要给伊自由吼，伊怎无所适从啦？啊，请咱自己讲，《自由的代价》就是各一边的艰苦。自由不是都看我的，像我们台湾人会记得，自由在又一边的开始奋斗，可能那个要自由的进程，那个旧观念要连根拔起，才有可能能改造我们自己。那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450年、430年到450年的奴隶，这些奴隶在埃及有工头可以做呢？有哪有生活，有哪算安定呢？有水通啉，有肉通食呢？因为伊要做工，若无安尼无难呢？有哪有可能有18套通领？可能有各种的好处呢？但是忽然间出一个异类啊，叫做摩西 （Moses）。你捌从读过的这个出埃及记无？这个摩西一个出现了吼，伊讲嘿，我要将这个乌合之众的同胞，上帝命令我。带我这些奴隶同胞出来去，这工程有够大，天大地大，后来想讲，伊想着一项，伊讲我的同胞都无到伫埃及咧摆一个多神教啊。埃及的神明，你知影这个古埃及的宗教无？咧教宗教，我拢有这个讲义哈。古埃及的这个宗教，因的神明是动物头、人心、骨鸡头、罗鸡头、狗头，狗头是阿努比斯的迄个第一个审判官哈。牛头、羊头，太阳神，太阳神就是法律，王就是皇帝崇拜啦。甲这个咧拜孙中山、蒋介石拢共，有皇帝崇拜。甲日本时代拜这个昭和天皇拢共款，有皇帝崇拜。法律就是当然的王。摩西第一个想到是宗教问题，讲嘿，我要将这个乌合之众的同胞给传出来去。这个问题要解决宗教啊，因为因已经生活甲足安定啊。就是讲，伫这种太阳神下面咧做伊个顺民哦，啊，都有水通啉，有肉通食，都好过啊，啊，佮有工头通做啊，啊，佮有某方面的迄个通做，哪会歹啊？摩西想着这项，讲袂用得咧，安尼我的同胞袂醒，我得用一个列祖的宗教。伊这个人的列祖是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伊讲我只有爱用多神论来破坏这个一神论来破坏这个多神论，以这个迷信。所以用宗教的意识形态，religious ideology， 将这个民族给组织起来，较有可能，那不是无可能。所以吼，摩西勇敢等，伊讲我的同胞已经比罗亚450年啊，要将这罗列性恶改民族给救出来，只有用宗教的规律。所以安那甲伊同胞讲，
讲我甲恁讲，恁得相信列祖的神，咱的祖公唔是咧相信埃及的神啦。埃及的神甲恁奴役，甲恁糟蹋。孙中山唔是神，蒋介石唔是神啦，上帝才是神啦，迄种多神论呢。啊，上帝的神吼是咱列祖的神，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即个要救恁出埃及，啊是一个人，唔是遮济。安尼摩西成功呢，伊的同胞醒呢，讲有影就对啊。咱的祖先的神要予咱自由啊！埃及的多神论的神，甲咱奴役啊，怎变过？但是摩西经过真长的奋斗，兼在有历史教埃及可能伫某方面的瘟疫，还是某方面的这个战争的灾难，或者路呢有机会通过红海，伫啊脱出啊，这个脱出做奴才的地。啊，摩西甲因组织起来用十条诫呢。第一条，我以外你唔通别个神，以前你作一神的，即个袂使。这个神是拯救的神啊，神的名袂使滥三叫啊，着守安息日做圣日啊啊，有头啊四条是咧讲上帝啊的代志，下面六条是咧讲人的代志。着孝敬你的爸母，唔通杀死人，唔通行奸淫，唔通偷窃，唔通做假见证，含在厝边。袂使贪心，安多六条，用十条戒做因的法律，把这乌合之众组织起来。那自由的代价，伫这个新的旷野，自由的代价真大哦。伊新的旷野，因原来是真侪工程师，真侪公务员，忽然间说变作游牧民族啦，饲羊啊，过生活，无水通啉，伊旷野里流浪，到有乌石、绿洲才能活落，无水通啉，佮无肉通食。有一群人哦，开始咧反对摩西啊！摩西啊，你给阮滴个自由，自由是遮尼艰苦啊！无水通饮，无肉通食，阮无爱甲你对你对即个戆人咧自由。阮要阁倒转埃及做奴隶，伫埃及做奴隶，生活偌安定咧？有工头做通做，有国民像迄个国民党的即个军工教，买当做埃及兵啊，生活偌好咧？阮唔爱对你啊！哦，摩西头壳一粒两粒大，有影就对啊！埃及的生活较安定，自由是遮尼的艰苦。后来上帝起手去，圣经讲将这人甲灭了了啊！这群人啊，摩西甲继续伊的奋斗。但是摩西要帮咱一个民族，俄伊的民族意识成功俄四十年，40年甲因教育，甲因教育俄四十年，要无当出头天，伊学生约书亚的约书亚，他传进入这个哦，用迄个游击战的渗透战术，甲进入因所谓的今仔日的巴勒斯坦迦南地。所以，这个历史故事甲咱讲起一个民族的奋斗吼，唔是小夸。我而且甚至阁甲咱讲一项啦哈。犹太人那人甲人烧灯头，爱讲一句 shalom。希伯来句 shalom 就是平安啦，平安。啊，即摆吼，台湾的基督徒拢咧恶啦，烧灯头有哪讲 shalom， 拢讲平安。我甲恁讲，犹太人咧讲平安，毋是小夸事呢，毋是小夸代志呢。因咧讲即句平安的口头禅，迄是经过一段足长足长的历史苦难的一个基台呢。迄个台湾人小长头咧讲，你食饱未是无共款呢。哦，我小夸来讲犹太教的历史啊，可能台湾的宗教吼，无机会通讲。我留一篇现代人甲宗教，互恁看就好，互恁去影印就好了哈。咱只。那这个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去，伊先来讲，也咧流浪啊，流浪四十年，摩西到死为止，未当进入上帝所应允的地啦吼，照圣经所讲的。后来约书亚用这个渗透战术，入去进占迦南，前后将近250年，这叫做史书时代啦哈，无国王嘛，支派按大家迄、那个。安尼奋斗了，后来最后一个史书叫做撒母尼，伊就讲：咱要对抗强敌腓力斯人。这个巴勒斯坦是对这个腓力斯坦吼，腓力斯坦这个腓力斯的巴勒斯坦古法拉斯坦伊也变，所以今仔这个巴勒斯坦 （Palestine） 是对这个腓力斯人的这个名来。伊要对抗这个腓力斯这个民族，袂用的，那无国家袂使。所以就组织一个联合王国，这联合国第一个王叫做色罗，第二个王就是大毕，真正的武功就是大毕来帝座，大毕王帝座。
代彼的囝叫做所罗门，但是你若讲只有三代，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要去耶路撒冷城，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代彼伊安尼和平时期四十几冬，个税金甲用了了，互伊所罗门的囝即个用了了，哦啊，敲重税，人民就反，啊，所罗门的囝吼，有那实在是一个真戆的人啦，哈、啊。跟马英九的 弟兄差不多、哦啊、所以才分裂。那以色列人有十二支派，十二支派十个族，所以变成一个国，叫做北王国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南王国只有两族，他的首都耶路撒冷，他靠这个犹太人一年三遍的朝圣观光的收入来维持这个国家。但是繁荣的国家快倒了，两个朝代吼，两个国家拢各十九代的王。后来公元前721年，北王国以色列和阿述帝国改灭去，全无国，一挂精英拢走去耶路撒冷，啊掠啊无国，无国之民是足可怜的啊。啊，台湾人吼，虽讲即马生活未输，表面上自由，其实咱无真正做一个有国家的人。所以你讲你名底外好，我自认讲我摕一本太阳票的护照国不中，那是足歹命的啊！所以人叫我去中国，我唔买，讲死我也唔爱去啊！以前有啦，因为一个亲的细节底下有去看，用一个呆包证啊，迄唔是台胞了，是呆包证啊，啊才会当去啊！所以公元前哦，主前722年，阿斯帝国将北王国灭掉，啊，这南王国因为无啥欢迎。奈呢个啊，一两百年后，和巴比伦帝国伫公元前586年，有哪个灭掉？犹太人有国无？有国怎变甲无国？所以犹太人的历史吼，才是和台湾人会当照应。但是波斯帝国崛起了后，一百年后，伫第五世纪，波斯王哦 ，Cyrus the Great， 这孤立啊，孤立。有一个怀柔政策，用阮以色列人登去做主地区，嘛要国啊，嘛要国。后来亚历山大崛起的时，波斯帝国阁没，换到这个希腊帝国来掌管。犹太人还阁无国，哦。啊，到底亚历山大死了后，伫希腊帝国下面，有一个托勒密王朝，托勒密王朝是管这个亚历山大城啊。啊，一个安提柯斯·比法尼斯管巴黎苏丁城，伊伫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用低限者犹太人气死，因为犹太人足些这个低，甲这个穆斯林吼，咱讲回教徒同款，所以起一场的革命，有建国一百年，干那一百年呢？后来个内乱啊，内乱，从罗马帝国叛变，改打倒巴黎苏丁，从啊变作罗马帝国的属地，耶稣就是迄个时代出世。来建立这个基督教，但是犹太人的反攻意识足强。公元70年，这个泰达斯后来做罗马皇帝，提刀将为着要对抗这个犹太人的反叛，将耶路撒冷彻底给毁坏，留一面靠墙哦，这个 Wailing Wall 哦，和犹太人温存你每年当时去啊评调讲啊，咱就是战败，是真可怜啊，咱呢。和罗马人甲恁强迫分散，各所在有一只台湾吼，然后中国统一吼，台湾人袂当住咱家己的乡土，一顶面像犹太人同款，一个强权的泰达斯占领巴黎斯丁了后，强迫犹太人因为会反叛，去革命嘛。哦，你跟我出去，罗马帝国属地足济，好几个福利，哦，福利去做公务员，福利去做生意，福利去甲分散，你袂使住伫家己的土地。安尼先啦，犹太人怎分散全世界？新疆就是安尼啊，西藏就是安尼啊。西藏咱知有一个和平条约，中国共产党甲伊缔造一个和平条约。缔造和平条约后，就是讲恁西藏人的生活足艰苦啦，来啦，来北京啦，好的事业互恁啦，好的生意互恁做啦。哦，啊，犹太恁西藏人啦，在戆西藏啊吼，原来有千几万的人口，至少千二万啦。我寄了600万出去，即马汉人一直入去，军队一直入去，入去西藏。啊，所以即马西藏人剩600万啦。啊，这汉人入去西藏750万啦。听讲佫较低啊，
啊，印钞650万。公民投票落去到第二西藏哦，绝对输的，绝对输的，因为华人太侪啊。有一日台湾哦，有哪会安尼死啦？啊，所以马英九的野心就是要消灭台湾人啊，啊，给因中国一败。这咱目睭爱金啊，哎，罗马人用这招啊，全无国，无国无代无志，这个基督教崛起了后，犹太人开始啊。哦，你从耶稣，阮所信的耶稣定是假，啊，怎啊，阮要将你犹太人？让你走投无路，所以犹太人唯一可以逃走的所在是阿拉伯也门、哦、那个是伊斯兰教要不要出现走去那啊有啦、啊、这个俄罗斯啊有啦、哦、东欧诸国犹太人后去，但是走到对是哪都让救到对是哪、哦、你如果研究犹太教历史犹、哦、太人上落票的时候到在波兰啊，波兰人、哦、勉强接了犹太人生用一个叫做耶稣，耶稣就是罗城啦、哦，上落伍的所在，犹太人力也大，清烟当空啊，清便所啦，有啥物，迄号恁犹太人做，我大高中就做啊。我本身有去波兰看这个罗城，吼、哦，这个耶稣，啊，有去看伊的墓，较知影讲，哇，夭寿过啦，一个无国家的民族，哦，一个分散伫全世界的民族，惊到对是倒方球的民族，可怜甲一块一块多。犹太人的墓吼，伊甲你画一块西亚地啊啦。啊，人拢会死啊！犹太人毋是真有钱啊！伫迄个时代，行到对方，走到到对时代，因个皇帝几啊层，抬落去，吼、哦，卧起来，搁再抬，卧起来，搁再抬，骨头拢卧起来，甲你焊成伫啊！因个花灯嘛，细细间，就伫路上在人生活，互我感觉足震震撼的吼。甲即摆要搁会寒面，一件事就是希特勒，希特勒杀死犹太人有610万啦，哈、啊，占到台湾的人口只有600万人。希特勒有在了人台死哦，安尼犹太人610万，迄是一个杀人魔王啊。不过请咱唔通忘记，历史上入世纪杀人魔王，第一个斯大林啊，杀7000几万呢；第二个毛泽东5000几万；第三个蒋介石2700万；第三个则希特勒1300几万。犹太人占610万，就是因为犹太人哦有遮尼可怜老伙，联合国才会互因建国伫1948年建国。我为什么在波兰看见两个集中营，心会遐艰苦？因为我伫1980年啊，捌开会到伫西柏林的时阵，有关伫西柏林，哦，迄个时阵有那个逃走去当柏林啦，啊，啊，都护照免看，临时办一个签证，一个德国教授叫 Dr. Freitag 带阮去的啊。啊，看感觉讲，啊，这集中营都过去捌关人啊，差不多那点。但是到波兰看两个集中营，看到嚯、哦，非常的震撼。波兰有一个叫做奥斯维茨的所在，咱唔知捌到波兰去无？这个奥斯维茨吼，有一个世界第一大啊，这个集中营底下，这个辛德勒的名单吼底下翕的，去看伊拢甲保存哦，保存甲真好，迄比。像咧起地共款，犹太人入去是温室的，入去是温室的，铁路入去啊，都无命。中间一个较高级的，就入去有一个枪毙的所在，迄、那个所在做博物馆。伫咧博物馆内面看犹太人咧关的皮箱，几啊间的皮箱，几间厝。你若有机会哦，到波兰东奥旅行，一定爱去看这个迄、那个博物馆。迄头门哦，女主的头门，要互伊死，入去挖出间啊，头门甲震震掉。啊，他们咧去地毡啦，啊有囡仔会佚佗物，有老人的目镜，有剃水手刀，哦，规间厝啦，拢互你看，遐尼侪人死伫遐，一震撼哦！这人类吼，台死人类，迄、那个恶疾，迄、那个邪恶，毋是动物咧食人啊，迄、哦、款的，迄是非常无人道哦。所以许多就是安尼是，会真震撼。所以一个弱势的民族。无国家的民族，伊的命运就是安尼想，就是安尼想。啊，所以犹太人就是受过这个艰苦，所以伫1948年建国。原来吼，咱知这个英国伫1917年有参加这个奥斯曼帝国啊，托尼基的帝国，啊，伊才当去恢复这个巴勒斯坦。所以巴勒斯坦和英国人托管，迄个时阵英国人有鼓励犹太人登基，哦，迄要未建国啦吼，登基啊。哦，因为故乡伫遐买土地啦，伫遐建造。后来犹太人因为已经伫世界真有钱啊，讲咱已经互扣了关系啊，
咱要利用这个英国托管巴勒斯坦人，赶紧买地，将来建国，咱的民族会无去。但是美国的犹太人，啦，讲阮在美国都好世界，生活也好过，啊，阮认同这个土地就好，哦，唔免等于建国。英国一站吼，要从乌干达，讲因犹太人，因为迄个时已经就叫 Zionism 锡安主义运动，伊讲你卖建国啦，无迄个非洲这个土地，英国的属地。恁去啊建国啊！啊，甲乌面的做伙，犹太人拒绝，迄毋是阮的祖先的土地，迄毋是上帝所应允的。阮感觉要等巴勒斯坦啊，啊，所以战后1948年因建国。后来我讲到这为止，来倒转来讲一句犹太人咧讲的 Shalom。犹太人就是有这款真长的苦难的历史，所以因民族甲民族烧断头的一句话。小龙平安，意思是讲，望咱的民族会出头天和小龙，望咱有一日会建国或者小龙，望咱唔通过民族欺负或者小龙或者平安，望咱会子孙啊，大家团结或者小龙。所以这句口头禅小龙吼，你若有机会去圣地旅行，甲遐巴勒斯坦人讲小龙，伊会欢喜的。意思是。平安意思是和平啦，哈！啊，当然吼，上无路用，烧长头也无要请你，你食饱未啦？哈，干那顾巴肚，哦，伊毋是咧顾民族的命运啦，哦，所以这个口头禅哦，会表达一个价值观。诶，人美国人吼，美国人个人有哪真惊死啊！烧长头，问看你好无啦 ？How are you? How do you do? 你有顺利无？啊，你有健康无 ？I'm fine， 我真好。讲无啦无啦，我安尼感冒，啊，就讲无好，啊 ，not so fine， 啊 ，not so fine， 啊，所以，这就是对口头禅会当予人看见，啊，一个民族伊个独观是生做甚物物，啊，所以我讲这个故事予咱听，这拢甲宗教有关系啦，啊，有关系。当然，我要有几分的时间吼，来倒转来到台湾的宗教的顶面。台湾是一个多元宗教的所在。有关住民的宗教，哦，咱来个尊重。可惜这个华人哦，这个汉人来个遮，拢讲消灭了了啦，这个唔对啊。即马苏村咧，跟他跳舞啦，啊啊，这个跟他跳舞的文化要保存出来哦。当然啦，基督教有那还负足大的责任。咱咱这个战后吼，原住民就望要赶紧进入文明的社会啦，哈，啊。所以拼命接受外来的物件，所以一个头目信耶稣，全真拢信。所以去淡薄有关真耶稣教，有天主教，有长老教会，啊，有人写一本书讲入世纪的新约，就是你讲霍关主因一个啊，都拢信耶稣。日本时代无遮尼自由啦，哈，啊。但是因真五万赶紧进入文明的世界，当时嘛丧失足侪因本身的文化。这个哈，啊，这个基督教哈，以前无咧讲考虑啦，这足唔对，应该哈。应该，因若要信耶稣不要紧，爱将因本身的文化保留，哦，保留因文爱独特性的文化，啊，来信耶稣不要紧。我讲一个简单的例，我虽讲做一个哦红教牧师，其实我无伫教会啦，我拢伫新南院教25年的册，伫福大、伫东海咧做教授，啊，名义上是这个名。我感觉基督教。欠原住民有哪欠足济？当然有哪有贡献啦。原住民今仔日个标志个语言个圣经，拢即个陆先生牧师、欧文牧师发明个，替因发明。因为有语言，啊就无文字啊，啊道道个，互因去做圣经。但是一个入去了后，哦，歹习惯，甲改，袂使啉酒，哦，安尼有影有加真好势。因为原住民啉酒拢无法度通控制，哦。啊，那啉就啉甲马西会出车祸啊！这点讲，但是当时呢，有一挂因的老来无事团无伊。我讲，伫某部分来讲，无必要的安尼先做。阿菊姐也足聪明，阿菊姐因个伊个民政局长是一个读新南伊出业的黄教辉的款，大概是安尼先啊啊，教辉啊，伊安那样做的，将民间信用足要紧的一个记号，达经王爷庙都有一身太祖爷了。伊甲太祖爷甲伊改敌武装啦，
我也要学骑斯库达，所以细汉的时阵，规个泰铢也顶吼，电音泰铢顶啊，都拢底下表演。我看安尼袂歹咧，该低迷神的身份，该低武装，或者泰铢也变作大神翁啊，出来迎老热，啊无就出来竞技。你台湾话这袂歹嘛，啊袂歹。啊，该低的武装，该低中国的影响，其实泰铢也是对印度来的。你来研究这个宗教史，你就知。李靖是印度神啦，金车木车罗车，这种印度来啦，这印度神后来这个汉化，后来个台湾化，不过来个台湾变个足厉害啊，全世界唯一我都能骑斯库达的电音三太子，只有伫台湾啊，那安都袂歹咧哈，所以应该吼有一只原住民的文化，那个改地迄个迷信的色彩啦哈，应该会当保留。所以我讲剩一寡跳舞吼。譬如讲，这个红莲节要去跳舞，哦，咱这唔知有关厝边的朋友，这个红莲节，红莲节吼，那阮一个看，因为阮有读过这个宗教上典，阮知影红莲节手爱牵手叉，打叉叉啊，爱拍鼓，拍鼓运动，这款的跳舞叫做 totemic dance， 多天舞啦。阮一个看了知影讲，哎，因属的蛇的图腾。蛇图腾 ，snake 图腾，因为蛇运动蛇皮啊是安尼生高车啊，啊因的运动是安尼生拍鼓，所以台湾的原住民甲蛇的图腾足密切的关系。可惜，敢那留伫这个台湾族啊，甲卢凯哦，八宝蛇的图腾底下，其实都有关的蛇的图腾。你有看去这个印，这个美国的这个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因为因的阿帕奇这座鹰的多田上第一出现，哦，老鹰，这个 eagle， 所以因这个民族若要出征的时阵，啊，若要去打猎的时阵，拢爱跳像 totemic dance 多田舞。酋长的头壳底下鹰角石啊，哦，这有一个宗教理论的。为什么因就安尼去做？因为拥有，哦，因为。在原始民族的中间，物件的部分甲整体袂当分开。提一支鹰角毛，等于是拥有鹰角全体的生命力。台湾人原来有这款的信仰，要去收惊，伊就破病伫遐袂当去啊，不要紧，伊穿鬼衫，穿鬼衫，部分就是整体，整体就是部分。遐伊穿鬼衫，袂使无穿，我新衫无效哦。遐去温州公庙收惊。有哪有好啦？啊，为什么这个巴布纽吉尼亚遐土人查甫哟挂个山地鞋啦，哈啊围乌插背啦，啊模仿模仿就精神那边，拥有伊个形，就是拥有迄款动物的能力啦，能力。啊，所以吼，你若你注意你真要看阿帕奇的酋长，若要去战争，伊个鹰角毛裤条嘞，迄个帽啊，一湿哦，伊个鹰角湿啦。那个连手的踢起来像鹰角式跳舞，就是模仿哦，模仿鹰角拖家咧行，有无？这款的模仿对不对？哦，安尼咧行啊，来跳这款的舞。老鹰舞啦，这叫做多田舞，哦，多田舞。原住民迄款的拍鼓舞，就是抓多田的舞啦，哈、哦，安尼。这款的文化，那个街地舞种变作一种文化记号，有哪袂歹啦？加减跳啊、哦，代表因哦，因的族群的，即嘛。啊，迄个赛德克巴莱哈，我那里跳因的舞啊，哈，啊，这袂歹，这是因的文化，所以台湾文化是真多元，有伊的特色。啊，宗教毋是拢种否定的啦，袂使，那安尼我那无注意，爱有加一挂记号啊。问题是台湾人的宗教吼，问题真济啦，因为咱无时间通分析。我安尼要有时间的吼，跟他点几点啊，互咱去思考。我已经讲了，国民党利用国家主教在讲中甲校，其实是咧制造伊个家庭下啦，伊个江山。啊，国民党用伊个党瓜做国瓜，党旗做国旗是咧保护伊国民党个党甲国不分啦。哦啊，所以伊个遐好嘢，就是国库烫党库。哦啊，用安尼咧个保护。但是这个以外更加严重的就是咱民间信用，民间信用是一个足自私的信用。三条香加起来就是求家己的平安甲添福寿啦。
伊袂求我这个民族会出头天也袂灭啦，求我家己好。地方若咧大拜拜咧做酒吼，嘛是嘴咧讲国泰民安，嘛是我一地方哪定啦，一地方啦，肥水不流外人田啦，啊，拢安尼尔。所以较无一个生命共同体。搁再讲台湾人个未团结，那甲伊个多心信仰有关系啦。因为我有讲过，某些为着要这个民族个团结出来，去用一个一心论个宗教，台湾人服侍个心明，拢对中国来。哦，这是一个上吃力的问题。中国神哦，达经庙拢是中国神哦。关公对哦，关公是对山西，孔子是对山东哦。啊，拢总是阿妈祖对湄洲讲福州话，啊来甲台湾怎变讲台湾话？哦、啊那是吃，那有趁吃，敢若台独讲讲好落话啦，哦，迄白搭啊，吃那趁有吃，就去进香啦，所以邪龙一水都中着国民党个计。大家不要分别讲，台湾神吼，台湾神甲中国神无同啦。这个神虽然是妈祖，对登山过台湾，伫只三四百担啊，台湾妈祖是咧帮咱台湾人独立建国个神啦，啊，中国妈祖迄神。一个帮助共产党制造飞弹弄台湾人，台湾海峡的神啦，不要安尼先分别。所以，所徛起甲人民徛做伙的神明，哦，那是无同款的，同一个神，无同款。今仔台湾妈祖已经变了呢，古早是咧救苦救难，伫台湾海峡，即摆唔是呢，邦桥妈祖庙也好，西丽妈祖庙妈祖，迄千里眼顺风耳哦，天两粒金元宝遮大粒呢，代表什么？代表讲，我已经唔是咱海峡乌水沟咧救苦救难，大家拢坐喷射机，真安全啊！我即马帮咱恁趁钱，煞变做财神马啦，吼、哦，财神马！啊，台湾的土地公有哪加进一级？以前是夹官呀，哦，老大人，即马唔是，即马哪来哪少年？哦，即马摕一个如意，啊，摕一个金元宝，发财如意，如意发财！唔相信？你看台北人的土地公看有夹官呀无？啊，拢变！啊，所以可见讲。中国甲台湾一边一国无共款啊啦，咱爱分别一个。过来多心信仰会上吃力的，就是讲啊，我泉州人拜泉州的神啊，清水祖师、保义大夫、保义尊王，这正地许的啊。清水祖师是安溪的啊，啊观音啊，伫龙山寺的，这拢泉州的。我泉州人拜泉州的神，你客人拜客人的神，三山国王啦、渔民爷啦，啊你漳州人拜漳州的神，开漳县王啦，哈啊富。啊，这副神将军、马公爷啦，哈，这款族群分类的信仰，你来研究台湾史，伫清朝时代，甚至日本的初期，拢奉神的名，啊，漳州人甲泉州人拼，漳州的甲客人拼，泉州的甲漳州的拼，安尼拼来拼去，安尼冤家就烧台啊，就死人。所以多神信仰的一个真大的毛病，就是未团结。袂当缔造一个生命共同体，这问题真济啦。若要分析起来吼，毋是简单几分钟会当讲得了。过来道教咧，一个上大的缺点。那个苦难的来源吼，人间的苦难来源，那用现代观念来看，可能一个人的破病，环境保护无好，真济歹菌滋生，哦啊，马拉利亚蚊啊，无用个死，唔才会破病，哦啊。下水沟无清卫生气，唔才会破病。啊，那无就是你基因遗传，哦，遗传就是咩高血压还是啥物？哦，台湾的民间信仰受道教影响，将所有的苦难拢归归乎这鬼啊啦，妖魔鬼怪啦，无事孤魂啦，幽魂离魄啦，好兄弟啊啦去找笑。啊，结局你若要平安，就驱邪才会消灾啦，就压煞地方才会安宁啦，就做酒。哦，控制这鬼神，巴结这鬼神才会好。所以台湾人的红包主义，哦，这我给他简单给咱点了就好。有哪甲拜神明有关系啦？大家人若要去庙里拜神明，你袂使空手哦，来捧足大包的这个新台币啊，两百块买一包足大包的金纸，啊，去烧给神明，伊才要给你保庇哦。哦，有吃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哦。你若空手去，免谈啦。同款，你若要找中国官，红包照包，那无阴差哩。哦，所以这红包主义甲这个敬神明的态度有关系，唔是无啦。所以台湾的神明真爱钱，哦。啊，台湾人对这个神明的态度有那真现实咯。边边一些妈祖，北港妈祖，
啊，大甲妈祖、新港奉天宫的妈祖，可能安平妈祖较灵较盛。啊，妈祖庙台湾四五百间咧，其他的妈祖庙无够看，拢无人要去进香，哦，干来去祖庙啊祖安尼那定。这是那是神哦，应该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台湾人无这款的看法，你要找妈祖，爱去妈祖庙才找有啦，啊、嗯。啊，万一的，在北妈祖未灵未圣，咱来北港妈祖看会较灵较圣。北港妈祖未灵的，不来找大家妈祖。大家妈祖个未灵的，新港妈祖、新港妈祖未灵的，大家讲，大家讲个无灵无圣，无合我的意思，不来王母娘娘遐。王母娘娘那无灵无圣，太子爷神煞，各用个三王宫是要找。太子爷个未灵的吼，啊好啊，大树公、山啊王拢做来得教。我感觉讲有灵有相为忌，所以人变作主人，神明变作互我枯树的路在。人是主，神是仆。哦，即款即款真现实主义的宗教，影响人的心态，投机取巧。所以台湾人吼，会投机取巧的心态，甲敬神明有关的啦。搁再一项，我民间信仰影响咱足大的，就是神明的造型啦，足封建。咱讲咱是民主人啦、啊，所摆拢是帝王的性格。看你要哪民主啊？至少你下意识、你的潜意识都无多当 democracy， 所以行好为官啊，永远无当做这个土地的主人。啊，卡袂到，忽然拢归个神去坐下，未生看到背后吞胎，啊，发烧发袂退，讲五鬼咧拖，哦，啊，腹肚定听袂好，天狗甲你闹着，哦，所以爱借天狗背后五鬼煞神，啊，所以神坛会生意第好。啊，若未生，你就直接去釜山哥遐，那也得去找祝神娘娘啦。哦，啊，若要生后生，哦，啊是生查某囝，嘛唔免去，嘛免去回光回婆遐，哦，或者什么再会换道，啊，当然就是讲咧变一套，啊，全影响百姓。啊，所以咱有一句俗语，听起来真，那像真对，其实拢唔对啦。有囝有囝命，无囝天注定。欸，拜托咧。无囝，就去妇产科医生遐检查看卖，看是查某出门第一卵巢有健康无，还是查甫出门第伊个精虫有够无？哦，所以有囝毋是有囝命啦，无囝医生会注定，即款个观念吼，咱爱建立，吼毋通拢种迷信宗教。我吼，我即马一个学生啦，因为我拢拜二拢爱去中央大学个台湾研究所教册，中间一个学生查某个，吼我呢。生做安尼真勇，真勇壮，啊，真好，真少年，真勇壮。伊跟我讲，讲我是四胞胎呢，四胞胎之一啦，四个拢查囝，老母做一群甲生四个拢查囝，啊，佮饲囝呢，足成功，安尼，啊，佮自然生产哦，真是厉害哦。我讲啊，恁老母是安那？伊讲啊，老母都结婚袂生啦，啊，想讲按算讲要生，啊，无代无志，医生毋知安那甲安那甲伊注荷尔蒙。啊，做一群人是排两排一粒，结果是排两粒，人的领只有两粒尔。啊，上帝甲创治咧，做一群甲排四粒，啊，说当时受精，啊，说排四个姊妹啊咧。啊，所以有囝毋是有囝命，无囝医生会甲你注定，不该控制就好啦。想侪有哪真歹抓，安尼啦咧。啊，所以讲宗教的问题吼，大家宗教拢摊家提出来批判，包括佛教，哦，佛教也是，佛教的宿命论吼。啊，讲这个报应观念，有哪害咱安尼啊？真侪问题。不过佛教这部分哦，请咱看我的，我留一篇文章给咱哦。现代人甲宗教，咱有趣味，有趣味。我更多只咱提起影印啊。啊，我时间到啊啦啊，时间到，给咱休个，莫超过咱的时间哈、啊。因为咱后点钟要有讲师啊，要给咱记得，坐下。你好，给你。立正，起来，休困十分钟。